好的，各位观众，欢迎收看本期大陆观战，我们来观战一把速三之魂邮差并换机球加祭司，这个阵容一个字脆。但是呢，这个阵容其实牵制力不弱的，邮差应该是这套阵容里面最好抓的。那么如果速三排不到邮差这个点的话，直接上来一把贴脸伞，找了一刀祭司，带的是个闪现。好像这刀打上的话，我觉得速三这局应该是有了，有了，真有了。这一刀打上，张狂开技能摇个零，摇零我打不到，我再补闪现都够了。这个开局蛮舒服的，第一把贴脸伞舒服的一塌糊涂啊！马上听到咚一声，哐啷当一个摇零，哎，这边丢伞封下面也行，也行，也行。光好的，极其的舒适的一波开局击倒，闪现捏在手，容错率无限高。这一把速伞想输是输不了了，但是要赢呢，我觉得目前的胜率应该在70%。现在呢，对吧？刚开始一分多钟，手里面有积分的观众呢，先不要着急，等一等，我给你们分析分析，好不好？带领大家发家致富。这波两个人来救，病患来了，击球手来了，外面只有一个邮差在修，求者的密码机是慢得一塌糊涂。看这波，看这波，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个病患，病患把人偷了，偷是偷的很不错啊，这波等于说是双人来救，一个围魏救赵，声东击西将人偷了下来，并且没有付出任何血量上的代价。但是毕竟是两个人来，两个人来呢，密码机还是慢。这边击球手似乎是想打架，看这波能打下来吗？打下来，局势尚未可知。祭司的一个洞好像被打断了，这里起爆发，要追一刀，飞轮躲掉，回身给一棒子，好的。这个击球手还蛮给力的啊，但这一轮因为爆发已经起掉了，他没有球了，没有球的话，人挂上二挂，算一下机子，还有不到20秒的下注时间，我觉得这一把，我也不知道啊，这一局真难说，这击球手打得挺好的，把这机子拖出来了，然后他自己关键是满血，这把求生者。他们但凡在救人环节稍微给一些伤害，速闪快速到二阶，我觉得这把速闪就赢了。现在要看开门战，现在只能说呢，就是四人开门战肯定打不出来，但三人开门战，我觉得求生者有机会啊。我就不带领大家发家致富了，我这把带不动，我觉得不太好输，我觉得不太好输。你们要真让我判断的，我觉得这把其实更趋向于一个多抓，但是确实求生者打得不错啊，确实求生者打得不错，一刀，好的，祭司倒地。看接手的个人发挥，这边要蓄力刀来抬，你抬刀我抬棍子，哎呀完了。那这样的话击球手倒地，外面的邮差修最后一台机子，祭司这边被摸起来了，哎呀，这波摸起来好像就不好说了，先把这个洞打了，开吸魂拉近距离，祭司手里是没有洞的，丢伞封走位过来，这样的话有摇铃，这一手，但这摇铃没摇到，一刀抬走祭司，好的，人挂飞。这边的话继续想强摸，击球手起来，保不下来，保不下来。这个击球手离得太远了，那拉开，击球手是个胶字起的，开门战一个胶字起的。这边的话管密码机能不能管得到他手里面的丢伞，要10秒钟。哎呀，这波邮差强行亮就亮了，你不亮嘛？那对于速伞来讲，我压着这台机子可以再多打一些东西了。外围的话，重新起一台机子吧，补状态。这击球手都已经准备贴门了，结果你告诉我密码机不能亮，就前面说好的是我准备亮机了，就说好好好，我去贴门，我去贴门。结果说对吧，情况有变，有内鬼，终止交易。监管者在我附近，邮差这边报，病患的话这边过来。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，病患该干嘛？来，弹幕告诉我，病患这时候该干嘛？病患这个时候该重新起一台机子，最好呢修船上面的机子，因为他这边过来想抢这台机子，其实是会给到速伞更多的机会的。
就速散就希望你们过来抢这台机子，对吧？我不可能一个一个去找你们，我在这边得压这台机子，这边有个满血的邮差在这边压着，他只能在这边跟这个邮差玩。那你外面起台机子，速散是完全管不了的。但是像现在这个局面，想要去通过，对吧，人海战术去强行把这个密码机点亮，那就出事儿了啊，那就出事儿了。这边击球手都爆乌鸦了，赶紧把两个人碰头补状态，可以的，他们完全有资本补状态，因为速闪走不了。速闪怎么走？你丢闪我这边就压机了，对不啦？你这边打一刀我这边差不多就压机了，你丢闪过去我这边开始摸摸机子，打一刀就压机了，所以速闪走不掉的。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很清晰的一个局面，就你外面起新机子，速闪拿你一点办法没有，速闪拿你一点办法没有。对，这时候外面对吧，船上面二楼起带新机子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。这边机油手也过来了，机油手过来的话，他补这台机子，然后邮差这边拉继续拉扯，可以。拉扯到这个局面的话，我觉得三轮天门战应该是有了，三轮天门战应该是有了。板子先拍掉。但这个机油手有个严重的点，就是他是这局的一个突破口，他是个交字旗。密码机点亮，飞轮先躲刀，回身有棒子，校准完这一刀应该吃上了。邮差就在脸上，这边先把机油手挂上，有耳鸣，多抓了，还是中间让速闪拖了太久的时间啊，并且最后呢是一个邮差在不是机油手在脸上面强行开了，一刀直接带走的。病患这边还想过来，好兄弟讲义气，我不能一个人独活，我要跟队友共进退。苏闪说还有这好事，那多加一分。一勾闪现捏在手上面，